人过于刚强，你未必活得下来。这就那句话吗？百炼钢不如绕指柔啊。老话说的对啊，君子报仇永远不晚，别十年二年，永远不晚。哎呀，我今天受气，我今天就要跟他去打架。进门咣一棍子歇脑袋上，完了躺着动不了了。你有什么想法都没用啊。所以说，百炼钢不如绕指柔。